好，欢迎收看胖妞酒馆。今天呢，影片是要来开箱。好，那我们赶快进入开箱主题吧。它外表像豆腐，之前看鱼肉这个，我昨天买人家。嗯，还有这个是什么？什么很像猪耳朵的东西吧？大概就这样。哎，我们要来试吃这个鱼豆腐，听说吃起来很像鱼肉，来试试看吧。很浓的鱼味，很像猫咪吃的罐头味道，同感。很贵，感觉比较像，不会，这感觉比较像鱼板一样，不像什么鱼豆，像鱼板。不知道啊。很像吃，我觉得它味道很像那种，就是鱼的味道，那种鱼干的味道，应该吃起来一样。你觉得很辣？还好吧，不很辣啊。你很干吗？是有点微微的。那吃的什么东西？我觉得现在对辣还好，我吃那大杯辣了，不会特别的辣。换吃这个，这好像感觉辣。没有，这是猪什么猪耳朵的，但会辣啦。不过要吃它就知道打开啦。好恐怖的感觉、啊。什么脆脆的，棒，我先吃看，你再打开。不会啊，它是，类似猪耳朵的东西，它口味跟差不多哎。很辣、啊，因为它好奇怪、啊。很多东西，猪骨，我觉得有点恶心。不会。跟刚刚那个口味一模一样。它会辣吗？会啊，很辣吗？跟刚刚那个一样。那感觉有点恶心啊。那它因为它是没有装真空包装的，不好吃。就跟那个刚刚那个辣吧。我这个不会很辣，好辣，麻麻的。好，好辣。